嗨，大家，我是奥利多。我呢是来自沙巴亚庇的朋友啦。我今年22岁半，因为我还没有生日，然后我很老。我是一个很爱吃辣的人，又很爱运动的朋友。我是一个很讨厌 drama， 可是我自己本人又很 drama 的人类。第三，我竟然在 comment 看到有人讲我是 Brian Lee 和钟明轩，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很头痛。我是 Oli Du， 你们是 OK 吗？ Oli Du is here， OK， 这就是我以上要讲的东西啦。我是裴勇，以上。